本港大约有四成年青人胆固醇过高。现今很多都市人都恃着自己后生，从来没有做身体检查，所以不知道胆固醇的水平有没有超标。而且呢，有很多人觉得胆固醇高是不关后生的一代事的。最近就有个 case 啊，27岁女事主由于就快要结婚，参加了贵格30天 Z-Fit 挑战，做了个 body check， 先发现原来她已经有高胆固醇问题，还是高危那只添啊。贵格30天 Z-Fit 挑战是一个崇尚天然健康，以实际行动协助港人对抗胆固醇年轻化危机的活动。参加者有30日免费食用不同的贵格燕麦产品，配合注册营养师的专业意见，达至轻松地控制胆固醇水平的。今年过百个参加者当中，有近80%都成功用贵格燕麦产品降低了总胆固醇，身体和健康都改善了的。想知燕麦怎可以促进心脏健康，详情可以浏览这个网址。石个心 keep 住食。